Hello， 大家家好啊！好。你嚟睇一睇呢个星期五嘅午市先，而家播一播个恒指先。而家做紧29,297点啊，跌紧782点，暂时成交1523亿嘅。点啊？你个样好似好灰喎。唉，梗系灰啦，咁样又依样又嗰样。以为早两日好少少，仆街点知又插翻落去，真系。俾个安乐教人瞓都唔得噶，真系。咁有啲嘢都做企得好硬嘅，咁啊。例如之前講開30419，即一三六都企得好硬啦，啱啱睇個圖。係啊。咁啊，依啲so call 熱炒啲嘅二線股啊，咁企硬呢啲位，咁大家都知啊，136咧，我覺得短線其實真係可以睇20蚊嘅，之前講過啊，20蚊係我 target 嚟嘅，咁啊。而家12蚊、13蚊，其實擋咗兩日啦，見到唔落去咧，其實有支持。OK 嘅，我覺得係啊。咁但係如果你講話咩啊3800嗰啲都唔使講啦，其實又係市差，你大市跌700几百点，今日其實我諗最低差唔多去到900几。搞唔掂啊！真係，係啊，900几。即係今日跌得幾深啊！哇！一開始就衝落去啦，唔好講笑。冇計啊！你今日都喺個 group 嗰度講咧，最大問題係咩啊？星期五啊，屌！星期五又要諗住睇兩日啦，又係。總之見到我哋兩個撲，我哋兩條友啦。逢星期五都係嗰句噶啦，有啲咩？星期五就唔好點點噶啦。唉，唔好太大動作啦。普遍都係啊，咁你見到？好多次恆指先啦，29296点啊，跌緊780点，2.6%。琴日美股啊 ，Colin， 琴日美股都跌好多啊嘛。跌好多，跌好多。跌夠㗎嘛？係啊。又係呢兩日。富途啊，都跌咗7%。哇！琴日線上賭場又上線啦 ，GME。係咪啊？好誇張啊！但係問題就係，喂，你今日其實成交算算唔係多噶啦，1530。今日唔多，相對嚟講。係啊。星期三呢個時間都1900几亿啦。係啊，所以短期嚟講咧，如果大家睇個市咧，都波幅難免噶啦。咁啊，其實你見到好多大隻少少啦，都唔好話講我哋講開嗰啲咩419啊，講啲大隻啲啊，3699。9633啊，9633喎，富山泉啊，咁啊，琴日已經覺得個位又低啊，今日更加低，低到真係就加咗少少，仆街，今日喊，即坐，係啊，今日喊出嚟就即刻。今日我睇哇，望一望，而家7%啊，最低嗰陣時跌到50蚊，好誇張啊，真係。係啊，如果你喂穿咗50天，當然啦，你話喂睇依個圖表分析，咁其實琴日都應該沽啊，唔應該入。講真，但係成個市係咁樣嘅時候，呢啲轉跌得太快太深咧，都真係幾大鑊啊！咁啊，所以短期我而家諗緊，我琴日入嘅貨而家應該走咗去先啦，定係再晏即係再遲啲再入啊？定係坐下先啦？其咁真係咁爭好少啫，不過買咩啦？如果你講緊都係3800啊，419唔係我講緊就9633。9633。咁又冇放心，一定翻咗轉頭嘅佢就翻咗轉頭嘅。9633好真係相對嘅比較跌幅深，係即係要睇翻先係咩人沽貨啦。咁啊，佢都比較穩陣，其實係啊，下個星期一睇睇啦。因為過去短期講緊跌咗成20几%，真係都幾大鑊。咁啊，另外睇一睇先，1920啊，佢哋好多人1920啦，要睇一睇先啦，因為琴日。琴日我哋做講緊，我哋開節目之前其實都有講講過。咁啊，今日已經係另外一件事啦，因為佢出咗公告就話，其實要澄清翻，咁啊，佢哋唔係買殼嘅。當然裏邊個公告即係好多唔同嘅 information， 又話自己改冇改名啊依啲。咁估物論啦，咁啊，如果純粹睇依個公告啦，佢的而且確話俾你聽唔係買殼啦。咁啊。佢講咁啊，就係當事實噶啦，因為佢係作翻呢個聲明。咁如果依啲咁嘅如果有一個咁嘅 information 出咗咧，咁大家真係要睇下自己嘅 position 會點啦。佢而家市值講翻
4.8亿。咁啊，做緊價0.187，其實今朝佢掃翻去2.17左右啊，一開其實跌得幾深嘅。開嗰陣時最今日最低係0.07啊，毫七子多少少。咁啊，1.74。大家都要諗啦，咁啊你自己不過而家都再插翻落去喎。係啊，懟翻高之後又插翻落去啦。咁依個就真係要睇下自己嘅。承受能力個線喺邊咯？幾時 cut 咯？或者你會係對高啲走定係點？因為冇啊，佢好 official 而咁講依樣嘢嘅話，咁啊澄清咗啦，就係澄清咗。咁依啲就係改變咗個本身大家預期。嗯。咁啊，如果冇買殼，咁你話喂懟翻依啲位？是 O 不 OK 呢？咁4.8亿，咁真係大家諗下啦。但係我自己會一人民眾應唔應該 strong hold？ 真係睇你啦，因為如果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，已經冇咗嗰個幻想空間啦。係啊，當然啦，佢係咪真係賣或者唔係賣，其實已經真係另外一個故仔咯。咁睇下大家嘅 position 係咩啦。OK， 一人民即係2.500。2.500。個 market cap 比較大啲嘅，當然啦，你見到佢真係都係跌得好深，佢嘅跌幅其實同只1920比其實都差唔多，即係當然佢跟埋個 Bitcoin 啦 ，Bitcoin 跌翻落嚟啦 ，Bitcoin 跌佢就跌，同貨幣一樣。但係如果好似Jack 咁講，喂28,000，我覺得係有可能去到。其實澳都一棍落嚟嘅啫，咁你又打仗又剩，咁下個星期一你 over weekend 你唔知道有咩事發生，所以點解一開波其實今朝都話，今日可能跌得好深，就係星期五冇人託。好深啊！真係冇人託啊！咁託嚟做咩啫？個個星期五都係諗下過啦先算啦。係啊，所以喺呢啲位嘅話，其實大家反而有樣嘢就係、是、喂跌啦，有啲咩企得穩，反而。將應該在這些時候呢作回一個轉倉部署，執回自己的倉先，有些什麼不 OK， 說真的可有跌這麼多你就跌這麼多，有什麼可以 cut loss 先 cut 先啊，是啊，既然大家跌這麼多不如跳去一隻好一點的去坐一下啦，但是短期你說大市真的沒什麼運行，因為沒辦法，波波那麼不生性，點火引爆了，咁啊，美國又踢到你一腳，咁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，其實真係需要冇噶啦，要小心啲，係啦。有人問只9.41啊，58蚊有貨，應唔應該止蝕咧？9.41，58蚊有貨，咁啊都浪得好勁啦。咁點解其實要知道啦，9.41其實最近咧最主要都係北水掃上去，咁去到呢啲位咧，其實北水咧。不是神嚟嘅，都是人嚟嘅，系啦。咁佢跌嘅話，佢都係會沽貨或者 cut loss 嘅。咁唔係戇居噶嘛，大佬。係啊，但係相對嚟講咧，9.41咧，你如果話58蚊有貨咧，俾我就未必會止蝕啦，因為始終做係一個 uptrend， 咁只不過係跟市跌。跟市跌。佢而家係跌緊1.9%，大市跌緊2.7%。贏咗大市啊！咁啊，相對嚟講叫。強啲嘅一隻個股啦，俾我嘅話，咁我梗係等一等啦。你都坐緊幾個 percent 啫，同埋你都冇乜嘢可以轉啦。呢個時候，全部都跌嘅時候。我反而係 exactly 會轉入中移動。如果你話有其他嘢嘅話，其實中移動係一個選擇啦。9633會係一個選擇啦。咁啊，雖然今日跌好多地，超市大特價真係。依排係跌咗差唔多累計15%左右。係啊。咁如果喺依咁嘅情況底下咧，
9633現價買的，其實昨天我都覺得便宜了，點知今天我昨天就，所以我昨天就衝了它，屌今天這麼便宜，便宜，我現在做了幾次，但是回到基本面先啦，即我現在做了52.25，它今天最低跌差不多 10% 的，好誇張啊！真係，我唔敢睇，我唔敢望佢。喂，你話其他世界股跌，佢一開市嗰下咪挫咗落去50蚊咯。係啊，你只9633都跌10%，有好其他跌30%，你唔覺得多？係啊，咁當然唔止佢啦，仲有隻好多都係一開市就跳落去咁樣咯。6690啦，仲有咁，我哋平時都講開6690啦。係啊。海爾之家咁今日都係懟咗落去，但係呢兩隻咧，我都係覺得係非常好嘅股票啦。咁啊，只不過係跌市啊，跌800幾咁樣嘅時候，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，獲利盤嘅咧，喂，我細聲唔對路，我懟位咗出去先啦。啱啊！但係始終有人接貨嘅，咁又係啦。呢啲咁嘅股咧 ，T 加二之後咧，睇一睇。咩人接咗咁或者依排嘅貨，依排嘅平貨邊個接咗？咁通常都係睇到啲端倪啊，係啊，咁知道嚟緊點行嚟，但係好肯定咁講啦，6690又好或者9633都好啦，依兩隻咧都可以信得過嘅。第一入恆指嘅機會啦，依兩隻都係其中一啲比較。呼聲比較高的股票啦，咁另外9633都係咁講啦。我如果咁多隻都有咁嘅 discount 嘅時候咧，9633係最吸引嘅。點解咧？就係因為佢派息嘅，佢未派息嘅，但係佢揾呢個錢係真係唔少嘅 profit margin。咁啊，我早幾日先喺度講緊，係啦。咁啊，所以如果一跌咧，就要睺呢啲咁股票。點解咧？佢未派息唔等於佢唔會派，佢未派息唔等於佢跟住會派高息，但係如果你一直睇住佢條數咧，過去幾年啊，或者了解賣水點解會發達呢樣嘢咧，冇理真係好，即係賣空氣點解會發達咧，係啊，大佬，咁啊，你要知道佢嚟緊啊，除咗入恆指派息高、cash flow 勁之外咧，佢做將會有一系列嘅走出去嘅 M&A 會做。當然這個是我自己的based on 間公司的 foundation 的看法啦，但是在跟住落嚟，即係你話喂震咗呢段震又好啦，跌又好啦，下一段差比較差的深少少嘅調整之後咧，9633會係其中一隻彈得翻上嚟比較快的股票，因為最主要就是佢貨源歸邊，一半的 cornerstone and 幾個 percent 嘅街貨。咁啊，照個股權嘅比例咧，佢都算一隻，即係有信心就比較大 size 嘅股票裏邊最少街貨嘅公司啦，所以一定會行得快少少。所以大家睇下依啲股票會唔會趁而家嘅時候吸納或者轉倉咯？一問啲700啊，係。700其實昨天都有提過啦，就是最主要依排懟落嚟都係跟跌噶啦，咁啊洗倉洗得太勁啦，咁啊如果去到依啲位嘅話，其實當然啦，你話係咪即刻追入去700就唔會好似只9633咁，我覺得喂追啦，眯埋眼追，有低啲位置再追啊，9633可以咁樣，但係700嘅話其實。走了一段咁高咧，佢點都會回嘅。回本身都已經會回噶啦，再加埋個大市跌落嚟。咁啊，今日仲要兜嘢懟咗落去。當然你見到誒，會唔會 keep 住今日有個十字星，下個星期睇會唔會有得反彈？可以搏依樣嘢，可以睇依樣嘢喺技術層面方面。但係如果想舒服少少啦，下個星期一先啦，嚇。逢星期五都係。逢星期五都係講呢句噶啦，下個禮拜一先啦。係啊。有大決定嘅話都係。1260有冇得炒咧？1260有冇得炒啊？我要睇下先，冇得炒喎，都唔係炒依啲喎，佢純粹即係可能佢 plan 咗炒，今日就炒一棍上嚟，勾完上嚟都冇人跟，得300万嘅 turnover， 咁啊依啲叫想炒炒唔起，咁啊搞唔掂啊！
看會不會你話澳洲棍最多咪俾你去到六毫子、七毫子，咁啊已經升咗上嚟，而家升緊15%，唔好諗住咯。都係嗰句啦，而家升咗15%買依只，不如跌咗10%我買9633，可能行得快過去添。係啊，所以依只唔建議啊。係。我發現好多人，即係好多人睇1920啊。港股七，喂，因為賴咗嘢嘛。啊。係啊。都係。係啊，因為冇計，佢行出嚟話唔係，咁你可以點？即係冇計。佢將升嗰棍大嘅差唔多回到大半啦，已經。係㗎，佢升嗰棍拗落嚟，其實喺兩，即係唔係好 offer。你講緊其實而家普遍都要輸10%。係。係啊。不過今日講真，個市咁樣冧法，其實都唔係話個別嚟講啦，個股嚟講都唔係話跌好多，跌幾十%嘅股。我見20大都係最大嗰只。就是1920，已經係算跌得最多了喎，20%。係啊，冇計啊，你擺喺度睇。即係唔算話隻隻都跌得好誇張，但係隻隻都跌咯，純粹係。今日係普遍跌咯，但係其實最傷嗰啲唔係啊，當然隻隻傷㗎啦，買親，嗯，但係最傷嗰啲係你會帶住買啊。係，即係9633嗰啲 friend 700啊，9633啊。喂，9923啊，你睇下9923啊，6060啊。喂，那些真的人家瞓身，這些真係正常帶住帶住買嗰啲嘢嘅。琴日契媽買完，我仲唔將個新卡懟落去，跟住輸30%。點知就撲街，真係撲直啦！但係想講講咧，你見到9923啦，同埋6060啦，個圖都係一樣嘅。琴日都已經講咗一次噶啦。啊，可以睇埋6060嗰圖。係，咁啊，你見到啦，6060係樣衰啲啊，因為個 size 大啲嘅，同埋。佢係啱啱先轉為虧嗰嘢咧，升得好急。咁啊，所以個睇圖睇表現啦，眾安係衰過9923 D 嘅。嗯。但係咧，依兩隻咧，我覺得下個星期大家真係可以留意一下，因為佢個短期嘅回翻速度已經去翻支持位嗰度啦。嗯。咁啊，而家就係好似啱啱所講啦，今日最主要都係話俾大家聽，喺依啲咁嘅大跌市底下咧，揾啲 margin 係啦。你可能在1920咁輸咗10%，你咪喺6060、9923部署下呢啲，等佢升翻嘅時候，佢哋夠深啊跌得。咁啊，你話喂9633唔緊要睇位嘅話，趯只輪入去添啊！趯只輪係啊，坐一坐，因為9633嘅催化劑即係講得太多篇幅喺9633，不，我覺得呢啲就係市場嘅 opportunity。咁啊，聞到味真係要同大家分享下。9633只是恆指你三月入到其實已經有堆要追，它是沒有貨給你追的。三月說幾，其實三月說下個星期一的事而已。不是說沒有貨啦，你97開始堆下來50元，喂，沒了成30%，怎會沒有貨沽啊？是有貨沽，但人家是只賺扔一些貨出來，誰吸呢？誰會現在吸呢？ IBAN 大戶咯。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，下個星期大家看 CGAS 是不是大戶級，是不是大戶級，大戶做些什麼你就跟他。是我經常說這些股票呢，大戶買呢就不會大戶的，大戶不買呢就很大戶了，是的，大家小心一點。那真的 keep 住看。那另外看一隻419啦，因為419現價可不可以入啊？現價可以啊，他今天都站穩在6毫子，這些一開這兩天都是在這些位置。不是，今早那隻419一開都很樣衰，最低去到5.3毫的，一開已經是了，跟著又是一開插，是啊，今早個個都低開，個個都說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，跟住個結果就行翻上嚟啦。我就喺個富途嗰個 app， 我好中意睇盤面佢就係，跟住就問，有人問 Up TV 係咪睇1元喎？嗯，你係咪到而家都仲好堅持呢個 Up TV？ 嗱，本人不代表 Up TV， 係啦。咁但係自己就覺得過一蚊依然都係過一蚊緊啊，信心好大啊，依然都係過一蚊係緊啊，一定啊，係啊，我自己睇啊，自己睇啊，好。咁你可能你睇9.9啦。我又覺得一蚊只不過第一步啫，因為你見到短期一蚊，冇啊，好正嘅。大家睇下 ，Silas 見到琴日，富昌沽咗50多球，你淨係睇富昌嗰個倉位變化咧，我諗好多人知道我講咩啊。
打嚟打去，托住沽，跟住路牌壓翻啲貨落嚟，跟住吸完之後咧，左邊就上左邊右邊係咁拗手。依盤我咧遲啲都有機會教下大家啦，即係一齊研究下，坐低睇下。但係你睇到佢哋嗰啲浪出嚟壓盤收貨，你睇而家依個419嘅圖咧，你又見到啊？都知道大約點玩法㗎啦，升得急，跟住咧行曬出嚟，壓翻曬啲貨，再升，俾你賺一陣。你唔賺或者唔咩嘅話，再升再壓 ，OK 嘅話會攞到少少貨翻嚟，回到啲又嚟過。咁啊，下個星期我覺得有一陣升嘅，因為今日都啊冇咩點跌啊，顯示其實沽又唔想沽，佢懟你落嚟。沽落嚟，佢又唔想輸啲貨俾你，咁啊，佢肯定唔係止呢啲咁價，所以啊、如果六毫企穩嘅話，其實爭呢個價位好快去到一蚊，大家可以啊、留意下啦，繼續依只就可以裝好啦，咁啊，可以裝好，睇下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四一九其實講咗好多次嘅，係啊，係咯，一蚊，等先，2208啊，15蚊有貨。今天還有得微升，是否 keep 得過呢？還是應該止賺先呢？金峰其實、啊、這個圖呢 remind 我有少少似1211、啊嗯、去到這位置呢，其實拿埋一注呢，你都不用講基本面啊、估值啊、市值啊這些東西。如果他對下個星期真的對穿條、啊、50天線呢，大家可能又要肯定有烏色的了，我想你如果有買的話，那都要止一止賺。那好像剛才所說，轉去一些比較落後的，那我覺得你就可以保住你的 profit 了。好的，有人問這438啊，是彩虹新能源啊，是一個966有貨怎樣做呢？一個966、啊、這隻其實之前都有跟大家講過，我自己覺得依只幾唔錯嘅。最主要原因係咩咧？因為內地咧有啲市政啊，都唔係縣政府咧、好似山東唔知山西咁啊，入股咗佢哋，咁啊詳情睇翻通告啦，可能我都有錯。咁啊，總之係有政府嘅背景啦，而家咁啊都係做啲新能源。嚟緊3800點解睇好，同埋438都會睇好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三月頭啊，內地開兩會，咁啊每次兩會咧都有一堆嘅政策出嚟係扶持國家重點嘅啊。300啲人話都係等緊，都等兩會，係啦，個個都等嘅，個個都係等開會。係啊，咁你三月即係下個星期嘛？係啊，係咯，好快啫，好快啊！咁你坐，同埋300今日見到咧跌唔落啊。當然啦，你嘅解釋可以話喂。跌唔落係因為跌得好慘，咁啊冇錯，佢都真係跌得好慘，跌得好慘，佢都誇張，真係跌得好慘，係啊跌20%，但係落到嚟依啲位，今日都唔係點跌啦。咁啊，大家諗下依啲位咧，啊會唔會搏翻上去啦？今日都真係冇乜喐動佢，佢冇啊，因為已經跌到好殘啦，佢成交咁樣跌落嚟，大佬係佢跌先咯，你只可以講其他未係插得好深。9923，其他未插之前，佢插咗先啦，已經。嗰啲插咗，今日都唔係點跌噶，所以其實啊、只不過係嗰啲未跌，終於捱唔住啦，塌埋落嚟，咁咪一齊跌咯。但係之前跌開嗰啲已經跌到殘咗啦，跌到去有支持位啦，係啦、雖然係殘咗係事實，去到冇支持位之後咧，想跌落去比較難啊。咁啊喺依啲咁位咧，一問掃唔掃得過？掃。掃啊！係。可以想想啊，是啊是啊，300這個位置絕對是很大的、discount 的了，已經很多我們的觀眾其實是3元左右入的、我自己都在3元那裡、有輪在建倉，我3元有輪，3元有輪，是啊，哇，那你想想這個位置好不好，再什麼再加，是啊，好，一元而已，1475冇多嘅嘢，你殺2.7，你其實升10%。係，因為同埋佢嘅升幅以佢慣性嗰個操作，佢一爆嗰下都唔止係嗰10%咯，佢一升親上嚟。都係啦，依啲咪試嘅，戴翻個頭盔先啦，大家就注意翻自己嘅風險啦。咁啊，因為個市越跌越急啊，而家跌緊
917.3% 嘅啦，已經係啊。不過今日成交都真係比較縮得勁啊。有跌就冇成交咯。係，但係你話係咪真的？個個都唔想喐住。個個都覺得喂，都跌咗咁多啦。係唔爭在啦。不如等本撇啦已經。同埋今日星期五真係等多兩日先啦，有啲咩都。所以個個都頹頹地啊！依咁嘅事。有人問啊，只909啊，56蚊有貨，轉去9633好唔好咧？依只真係大鑊，嚇！啲十幾蚊。啊，沽物論，其實我覺得轉啦，俾我真係唔係太睇好只文源雲啊，因為之前炒到好高咧，筆水其實好多筆水掃咗啊。你見筆水走錢嘅時候咧，係不問價沽啊，好似兩日前阿波波一話。要加少少印花税，加講真的加得幾多啊？其實三成嘅都聽咁樣聽你講，但係真實嗰個數係都係唔大噶嘛。嗯。但係嗰個契機只不過引爆咗大家嘅唔開心。嗰個怨恨啊！咁咪大家一齊走咯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咁諗啫，但係走嗰個真係走啊嘛。阿大媽真係同你，大媽唔同你玩啊！拍200億出嚟嘅話，喂，你依啲文娛雲邊度有運行啊？不是說香港人不買，但是買得最多的是真的內地資金，所以這些股份呢，你說喂9633其實都是其中一隻，但幸好是什麼呢，它夠乾淨，它短期肯定有 iBank 可以掃回上去，亦即是大家看股權的話它亦都敢掃，因為它掃完之後你一追呢它就贏大錢了，所以909呢給我的話其實好似啱啱所講啦，今日執倉，大家都咁跌，咁不如就喺呢個位置轉一轉啦。因為之後邊個跑得快上翻去咧，嗰、那個就贏。而家就係玩呢樣嘢。而家就係等邊個準備到跑嗰下。係啊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好多倉咧，係比較即係坐得耐嘅，今日反而問一問大家交流一下，咁啊睇下會唔會幫到大家。最緊要起跑線啊，贏翻喺條。嗯。又或者475啊，點睇啊？1475日清，我想有耐都未係升翻上去。係啊係啊，因為疫苗一 OK， 大家唔使喺屋企，就唔使食杯麵啦。唔使食杯麵啦。有人問6.3有貨，需唔需要鬥長命？6.3有貨，你而家唔係輸嘅話咧？而家有一毫子賺，同埋一仙賺。一仙，俾即係起碼 cover 到手續費啦，走咗算係啊。你跟唔好食杯麵啦。我屋企啲杯麵係多到仲食多兩年都未食完啦，我諗你屋企都係啦，係嘛？我唔食杯麵。哇！連杯麵都唔食你？我連線噶嘛？講咩日清？根本唔使講日清。係，但係唔係？但係食杯麵都唔食日清啦。食咩啊？食日本杯麵咯。日清係日本杯麵。唔係啊，即係嗰啲日本其他牌子啲好 cheap 嗰啲咧，烏冬咁樣冇咁肥啊嘛，杯麵好唔健康啊，大佬。係啊，咁大家自己小心啲咯，係啊。哇！好多人都喺度講1920真係奶得好金喎。1920阿 T 亮都講緊，其實阿 T 亮講緊嗰個咧就係暗手賣殼啊，即係我唔係直接俾你 GO 啊 general offer， 我係深啲深啲深啲，跟住一撅一撅咁斬。咁啊當然啦，但係另外一樣睇法都係啦 ，officially 做咗個 announcement 咧，喺現有嘅 information， 我哋已經淨係知道佢係做咗呢個 announcement。你話佢係咪暗手賣殼？唔知道。暗手話明暗手都唔話你知啦。估係啦，就係咁啦。但係表面嗰陣就已經話咗俾你聽啦，唔係㗎咁樣。係啦，佢咁講咧，係喂，今日都俾咗 example， 小米話有人話小米做車啊，小米都要行出嚟話俾你聽，佢唔係啊，但係嚟緊。有可能是啊，又話誒、有機會喎、之前都講咗咩㗎？唔係啊，唔係啊，跟住嗰一排又話有機會㗎、啊。Colin 佢係 delay 咗冇出車㗎嘛，小米。係啊，有一前排一段時間係講咗，係啊 ，official 咁講㗎，係啊，出個公告㗎。跟住佢就話，其實我會行出嚟做車㗎嘛。係啊，係講嘅係一個月之內，一個月左右嘅事嚟㗎咋。喂，小米都有人咁吹啦，佢都要咁做，但係佢自己跟住話，其實我哋係有咁 plan 咩事咧？咁呢啲咁嘅公告你唔知啊，即係佢呢一刻咁講，一個月係啦。其但係今日佢哋已經有 project 係咁做啦，都得㗎。不過都係嗰句唔估啦，因為真係人哋 official 嚟去 make 咗呢個 announcement。咁我哋講下其他啦，因為呢個都講咗好多啦。好，有人問只6996啊。
六九二十個三入啊，係咪有排坐咧？阿B仔依排啊，之前升咗一排嘅，其實過年前後咁啊，升完之後咧，其實好多隻啊，你講緊啊嘉禾啊，嗰幾隻咧其實都回軟，咁啊加上依幾日嘅市咧懟咗落去，你要翻家鄉啦。如果高位買20蚊啊，我都唔講你咩位買，20蚊買嘅話咧，都要有少少時間啊坐一坐啊，但係啲資金走都係嗰啲啦。呢啲應該走咗去啊，淨係坐咧真係。我走咗去啦，老實講。買啲特價大隻嘢好過。其實追嘅方法就係你喺邊度追啫嘛。唔好成日諗喺同一隻嘢度追。你喺嗰度跌低，你個撲街唔等於喺嗰度要企翻起身嘅。你可以寧願喺其他好啲優質啲嘅股票度追翻翻嚟。股票係咁啊，你既然大家而家變咗同一個起步線，換一隻坐得更加開心嘅，更加快，更加放心啊，同埋啦。有人問就1024啊，快手啊，沽咗啦，高位有貨喎、啊。高位有貨啊，坐緊嘅，幾多錢坐？你要講一講阿 Derek 啊，要講一講你高位有幾高先喎、啊。係好，咁我哋答下一個問題，你一陣間話翻俾我哋聽。有人都係問啲3800啊，419現價可唔可以入？其實都啱啱都答咗係可以。嗰幾隻唔使問。唔使擔憂啊，6988啊。6988，落響。3600有貨。轉啦轉啦，依啲都係轉㗎啦。起跑線跳得唔夠，跑得唔夠快啊！到時因為比較高去買嘅，咁啊，你一隊你諗緊嘅可能就係會唔會翻翻去3蚊以下之後，可能下個星期都，如果有啲咩嘢啊，而家講緊風險嘅管理，如果有啲咩事嘅話，啲啊新經濟啊又喐一喐嘅時候咧，可能好快去到3蚊。睇個跌勢啊，因為睇個大市跌勢係急嘅，所以啊。Ida， 你今天走，下個星期如果不是啊咁癲嘅話，咪買翻咯，唔好坐 weekend 咯，依啲咁嘅貨。嗯，好，有人問即5600啊。5600，得唔得買下星期好啊？1.99有貨。1.99有貨。啊！而家賺咗佢啦，賺四先，真係唔好賺五先啊。係，俾我唔會，即係俾我少少都會食嘅依啲咁嘅股就係啊，下去。市值好細啫，佢懟咗上嚟之後咧，5.23億，係啊，懟咗上嚟，咁啊，攝取教訓啦，咁就啊，依排依啲咁嘅股懟咗上嚟之後咧，就真係睇一睇啦。如果你見到佢有浪喺度，唔係點喐嘅，咁啊，不如啊，而家有錢賺，袋咗先咯。下個星期如果真係 OK 嘅話，咪入翻咯。但係俾我真係會今日考慮沽依類嘅。嗯，又咪即1415啊？高位電子，6.38有貨，短期前景點樣睇啊？嗱，就咁睇咧，應該只嘢齊貨咁攬上去。橫行咗好耐。係啦，咁啊，之前都另外一個 example 啦，8083啦，咁啊，之前低到3蚊嘅，咁都同大家講啦，依類股票咧，你 set 一係真係嚴守指示，如果唔係咧，去到依位咧。你相信的只不過看它齊不齊貨，如果它齊貨的話，其實、就不用怕的，因為它會夾上去，是的，但是時間問題了。好，又問1499啊，1499啊，今天真的它是20大榜首啊，跌幅榜首啊，它是跌得很厲害啊，這隻，是啊，可不可以看看現價？跟 Bitcoin 有關的都跌得很金啊，跌了 22%。這天就賣殼啦，都是，那就係做 Bitcoin 相關嘅嘢擺入去嘅，都係啲交易啊嗰啲咁嘅嘢。咁詳情唔講啦，大家自己睇翻啦。但係如果你講緊跌緊21% 嘅話，真係要諗下自己嘅承受能力，你自己買嘅倉位係咪大？咁如果你話喂，其實依個小注博 Bitcoin 嘅，咁Bitcoin 就回個勢，其實開始明顯嘅啦。依樣我反而可以問下 Colin。咁啊，都你覺得點啊 ？Bitcoin 係咪都開始真係個個都損手爛腳喎、啊？上唔到啊！係啊，一上又沽，一上又沽，所以而家唔穩定。係啊，所以大家小心啲啊慢慢！因為 Bitcoin 係睇個圖咧，依度冇啦。咁啊，其實上一棍咧就拗兩棍，上一棍拗兩棍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佢本身個 range 每一日都好大，但係
end up 就咁睇個勢咧 ，Bitcoin 可能真係短期下行嘅風險係存在嘅。咁啊，相關嘅依啲咁嘅股票咧，大家就要小心啦。咁啊，因為好似之前都講過啦，如果你真係買 Bitcoin 嘅，或者想玩下 Bitcoin 相近嘅嘢啦，都唔好玩股票。股權係一 part， 你股權其實已經隨時可以沽鬼死你噶啦，依啲加上Bitcoin 嘅波動性，就會令到一啲本身高風險嘅股份個波動性更加大，更加大，更加高風險，升可以好快，你高位接貨嘅可能性就更加大，因為多咗好多不確定性喺個高風險度，你係將風險乘風險咁幾何乘上去，係好容易錯。所以小心啲嘅。小心小心，608啊，有人問。608係。7.95有貨啊。係，咁啊。應該點做咧？俾個即沽轉9633。好有信心啊！呢排9633。佢完全冇令你失望過啦！依只608係跟住條50天線，係咁跌落去。係全冇，即係完全冇令你失望過，佢係不斷咁跌嘅啫。咁啊。另外最主要是什麼呢？其實跟49我們選擇去買或者去推的時候，6808都未搞清楚自己的想怎樣，是啊，第一股權裡面喂都未清理完整隻東西，那它怎麼走呢？還有方向是什麼其實都未有它是不介意等啊，不介意跌啊，不介意不搞個股價，因為其實對它來說個時間值喺佢身邊咧，係唔係一個損耗啊？你擺貨喺你擺錢喺佢只嘢度咧，你嘅錢嘅損耗咧，就係你真係損耗緊。所以咧，跳佢到到有一日啦，真係 OK 啦。你諗下只419係嘔咗幾多年之後先喐？只608要等嗰下嘅，真係等好耐啊！可以。係啊，係啊，所以你未必夠佢嚟嘅。係啊，我哋嗰啲真係要，即係弊家伙。我只嘢升咗啊嘛，係啊，即係升幾年後之後先升咁樣，嘥咗佢啦。千祈唔好坐。又問你302啊，3.8有貨啊，點做咧？中手油其實你睇翻手油股啦，302好，因為其實都有幾個手油股number check。平時講開1909啦，係啊，302啦，你睇一隻2100，2400啦，仲有。隻隻都係咁，咁啊！2100好彩，我真係仲賺緊錢嘅時候就放咗，如果唔係就即撲。梗嗌你放啦，大佬，點唔放啊？撲值冇計啊！你其實都係嗰成個 set 埋一齊跌，咁你可以成個板塊跌到真係冇辦法啦，冇辦法啦，冇辦法啦。咁應該放咗佢，淨係轉其他嘢咧，淨係繼續坐下。冇啊！依啲嘅話真係好睇嚟，即係如果你話喂，其實我低位買咁，你唔使搞。3.8啊佢。3.8高位嘅，喂，依個決定啊，因為你嘅跌幅嘅比較大啲，你係20%，咁啊，啱啱講嘅幾隻咧，其實人哋嘅跌幅其實10%啫，compare to 9633嘅跌幅咧，9633係跌得仲多，所以我先話，哎，你跌得少，轉去一個跌得深啲嘅，例如3000跌咗20%-30%，你跌咗10%，搭落去嗰邊，咁啊，嗰邊如果追翻嘅話，咁你已經即刻完成咗先賺啦。所以個操作就大致上係咁嘅，咁make 唔make個 decision 就大家自己決定啦。呢個股票嘅呢個真係關乎股票嗰個操作嘅諗法咯，呢個係要培養嘅思想啊，應該話。唔係，我諗係咯，好多人都有呢個思想。唔係嘅，其實真係好多人都冇乜呢個思想㗎。望住我。我好咗㗎啦，已經。唔係，我係冇啊，真係。我好咗㗎啦，你唔好話我同你講。不是，所以大家看看啦，而家做依啲咁決定咧，其實希望短跑可以追得翻一啲。我唔係話可以即係 cover 大家 loss， 但係有依個諗法。追得翻啦，起碼你追翻一半都好啊。但係你放喺同一隻就真係。係啊，啱啱我講嗰啲係我自己覺得係 OK 啦。如果你都有依啲咁嘅股票，咁你咪轉下去自己覺得 OK 嘅股票，快跑一輪咯。如果下個星期。有人唔少人問1909啊。嗯。佢應該係繼續 hold 啊，定係 sell 咧？好多人都喺6.1啊、6.29啊、即係呢個 range 有貨，咁應該點做咧？輸幾格咯，咁其實都好似啱啱所講啦。如果你話喂
爭幾個 percent 嘅，你咪考慮一下咯，你自己買得多唔多，或者使唔使轉倉，即係用翻啱啱嗰個方法衡量啦。咁啊，因為其實成個板塊係講啊嘛，咁我就唔多講啦。大家衡量下自己有冇啲嘢可以追得翻啦。好，有冇只2018啊？2018係。46蚊有貨，望唔望到家鄉咧？定係？46蚊其實你個家鄉咧，本來唔遙遠嘅。係啦，而家就開始越大啦。咁啊，今日其實42而家做緊1.0% 跌幅。咁當然啦，借本身已經跌到好慘啦。你見到幾多個底先？1、2、3，即係每一個月都落一落去幾多錢啊？41蚊左右邊嘅，個個月都有，你自己睇個圖就知啦。咁今次咧都已經套啦，下星期一如果穿咗啦。就正式穿殘咗啦，就真係咁啊！當然，另外一 part 就係佢真係跌得好多啦。會唔會穿完之後再插多一罐心咧？我又覺得唔會太深嘅。咁因為已經好殘啦。係啊，如果你中意喺2-3蚊依啲位拉長線喺度炒咧，咁你咪等佢真係一罐牛落去，咁啊搏下遲啲30-45蚊賺10% 咁樣咯。係啦，依只就係咁啦。我發現真係成個板。頁面啲人都係問1920，應唔應該止蝕？應唔應該入？應唔應該走？係8321啦，我哋睇下。好啊。2-3年前很高入了。很高八十。之後又5合1。2-3年前係上星期。很高，我諗當喺呢啲位啦，很高入了。係以坐了嘅現在做-10000是否？哦 ，OK， 咁啊，可唔可以睇翻日線圖？好。咁之前嗰啲就唔理啦，咁依幾日衝咗上去啦，很高嘅時候啊，而家係做輸緊一雞嘅，咁啊，我唔知道你其實 total 個有幾多貨啦，咁啊，如果你就咁睇嘅話，其實都係繼續拗上去啦，咁如果今日可以高收嘅話咧，反而依只搏一搏下個星期啦，因為佢就算懟翻落嚟咧，都唔會話懟得好深嘅，你可能而家係輸1萬。如果真係好 worse 嘅情況，下個星期都係輸13000蚊。咁啊，嗰3000蚊倒去再高少少攞翻個本，我覺得抵到嘅。一唔一二一一啊！而家可唔可以入喎？1211精彩啦！咁啊，哇！佢真係砰一聲，係啦，去到200蚊啦。咁啊，我今朝好多朋友都講止蝕啦，止蝕啦，走啦，走啦，搞唔掂啊！真係，我係冇曾經嘅愛股。我求大家輸錢可以輸喺其他。更加有價值的地方，1211咧，咁樣搞咧，就真係唔好掂啦！即係咁嘅事，我唔想大家越踩越深。係啊，真係喂，屌你講真，咁嘅環境，咁嘅事，輸一雞都唔開心啦！即係你做擺入去，下個星期都唔見，喂 Tesla 都回到嘔啊！不嬲講1211就唔會，其實有啲乜嘢唔會，冇乜唔會啊，其實有排會。有排會啊！1-1-1係不嬲講佢係 Tesla 香港影子股嚟嘅，佢唔係因為自己 OK 嘅，佢因為 Tesla OK 嘅。咁你做搞佢，咁唔好搞啦。唉，但係 Tesla 契媽都仲係狂掃喎。點解咧？依、這個真係揾一日要講下。喂，佢基金晾咗咁大個倉喺度，我唔入貨托住個倉，佢冧就撲街啦。我點樣連40%啊？所以我成日都話佢啲嘢易玩就係咩咧？跌落去 OK 嘅深嘅加住9923-6060就係依啲啦。去到咁深，佢冇佢都冇啦，冇得跌啦，跌到攬。我懟翻高個市值，咁我咪可以個 portfolio 靚仔啲咯。所以依啲一定一跌停之後彈翻上嚟咧，一定會快嘅。所以點解話喂入輪就係咁解？搏佢彈翻上嚟嗰下，係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依啲可能個 leverage 高得滯，大家自己睇翻風險啦。一人問啊，即係9633-6690同419，如果要加住三隻揀一隻，你會揀邊只咧？你要快嘅419，你要穩陣嘅9633，你要中等嘅就係、是、快又唔即係總之第三選擇先到去嚇。6690就另外一樣嘢啦，係啦。咁即係如果你要快就419，但係你要同時間個風險你要承擔得到。你可以先快後穩陣嘅。一半一半咯，如果係咁。咁不如419跟住再6690，
9633，但係9633到時又未必咁特價。咁你咪就要喺嗰度贏咗，即係你快就係快幾日啫嘛，可能一個星期搞掂，賺咗筆錢嗡嗡埋落去。但係嗰度你確定只4199係跑得會快嗰只9633，咁你咪贏咗咯。咁呢個就要有先有次序啦。咁依計好多數就唔長時間喺度講啦。一人問即係2013啊，點睇啊？使唔使走啊？而家2013如果有貨，睇下幾錢先。佢冇講幾錢。有貨走唔走？到依啲位啦，我就真係唔走啦。如果你係高位買嘅話，好嘅。一人問即係369啊，400蚊買咗，溝唔溝貨好叻？369。細注啊，即係唔係太重倉嘅話，我覺得依只可以慢慢坐下有收益嘅，係啦。好嘅，有人問即係1337啊，1337仲擺唔擺喺度好咧？雷蛇雷龍變咗雷蛇，見到人話依只都好睇好嘅，但係佢咁跌法真係冇計，即刻抹抹汗先要。俾我會唔會坐？如果你真係得一注咧？你點都要轉啲，好似啱啱所講嗰啲股票啦。嗯，係啦。如果你有幾注有一注坐咗喺度咧，我係你，我會坐。係啦，時間問題啦，仲有4分鐘左右，我哋盡快答多幾個問題啦。咁啊，係啦，有啲好 urge 嘅問題，即刻打出嚟，我哋答。因為呢個市況真應該真係好多人會好心急啊。其實一有人話我只419開始轉燈喎。唔睇啦，呢啲實得嘅。實得嘅。係啊。好，我哋望只659啊，9蚊入咗啊。659，點睇啊？新創建9蚊入咗。佢今日純粹真係跟市落啫。嗯。OK 嘅。仲有個升勢喺度嘅。係啊係啊，唔使急走呢只。好，一問只9923啊。9923，而家86.2有貨啊，長hold嘅話可以長hold到幾錢啊？忍得手嘅。86，下個星期睇加一注。你的 target 是賺錢還是和都加一加了，我覺得這隻跌到底了。好，等一下，還在上面抽些問題問先。嗯，388，好好啦，大王。是啊，560,388，哇，看到真是哭出來啊，真是這些世界股表演來的哭出來啊，這個真是560元入佢轉入咗300。哦 ，OK， 但係都有人問啊，即係388可以點樣處理啊？頭先上面都有人問過呢個問題。388係短期真係唔好掂喎，因為個影響其實都真係幾大。佢影響係我自己覺得佢影響係咪大咧？可以咁睇。而家其實聽得最多咧，其實都唔係我哋依咁嘅蘇科散。嗯。其實聽得最多咧，係 iBank。屌你老味嗰啲，喂！嗰啲窗係電腦盤係大到，基本上每一日咧都超過一半嘅 turnover 嗰啲電腦盤大。如果咁 turn 法，佢哋嘅 costing 咪貴咗好多。嗯。咁佢做咩做咁多 turn？ 做咩做咁多 turn 啊？咁少啲嘅話，咁咪影響到港交所咯。而家其實最影響唔到係我哋嘅小户。係啦。啲 band 草民，喂我 band 直頭，如果你咁，我就唔喺度搞啦。嗯，我就搬啦，搬去美國啦。我做同你搞港股，係好大影響噶。所以3800咁嘅反應，係所有人話俾你聽，你好大鑊噶。388咁嘅反應啊？係388，所以太掛住3800，太愛。388係短期千祈唔好掂。有人問9633而家係咪現價可以入得過？入啦係嘛？睇下咩講。不過都是那些價格了，是的，都是那些，都是那些價格了。他其實今天high了50元之後，52元現在，是今天有個group裡面的朋友都說，嗯，喂，如果有50元正了，是的，我都說，miss了，50元真的是，high很快到，
咁啊，佢今日 turnover 其實都多啊，六億，去到依位成到你六億，其實真係好多人獲利走咗咁啦。好。咁啊，希望嚟緊會 OK 啲啦。136 3 4 4使唔使估？136 3 4 4我係你嘅話，我係唔會估嘅。好，一五蚊啫，3033啊，見底未啊？3033未，哇，未見底啦，係咪啊？南方，你跟翻而家反向咁啊？現價可唔可以入喎？有人經驗問。而家係震得最勁就係科技股啦。嗯。係啦，咁啊，所有你見到佢跟住就係9923啊嗰堆嘅圖嚟嘅。如果你覺得依啲位係跌定嘅話，咁不如買啲，當然係中意買啲大隻啲啊，因為個風險感覺好似冇咁大啊嘛。咁你咪依啲位入咯，係啊。3300啊，有人問。3300點睇啊？中國玻璃咁啊。看你咩位買啦，但如果你話見底未，我覺得今日都唔使講依樣嘢啦，睇反而下個星期睇下見底未好過。好嘅，下個星期睇啦。一問只3606啊。3606可唔可以唔買？玻璃。唔可以買。好嘅，仲有隻2722啊，走唔走咧？7722有貨，走唔走？我會賭下個星期，我會睇多一日。好嘅，又或者1024可唔可以入啊？1024唔得走。只小米唔睇好嘅小米。算啦，就唔想提。小米真係哇！係啊。佢真係越嚟越低。冇啊！只嘢係搞唔掂，即係佢又係懶係有消息，跟住懟一懟就散嗰啲。佢都好似冇乜，即係講咁多消息都冇乜真係升得翻去嗰個價位咯。唔係，佢想做大，但係佢嘅 profit margin 唔高。嗯。咁啊，其實好慘嘅，係大鑊嘅，所以唔好搞咯。我哋睇埋最後依只啦，咁就完啦。咁啊，好啦，8083。係，咁啊，今日喂懟到3啦，但係都好似我所講啦，咁啊砌貨嘅，咁啊公司 OK 嘅。咁現價入唔入得到咧？而家入咧？你要看4元啦，有機會嘅，因為佢太齊貨，強翻上去啫。咁啊，依啲咁嘅價，好冇搏得住。俾我，如果係高位跌落嚟，我可能會溝一住。但係未有貨咧？未有貨嘅話，你搏佢，咁就不如搏其他啦。太多其他嘢去搏啦。好。係啦，咁啊，下一節嘅分到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嘅，記得 like subscribe。同埋 comment 啦 ，CLS 啊，系啊 ，CLS 波波而家暫時個恆指線，而家係做緊29124點啊，跌緊949點，946點啊，暫時成交係1880.96億。係咁啊，好啦，下個禮拜再見。係啊，升緊啊，49，都係一個一價啫，合理啊。係啊，好，下個星期再傾啦，拜拜。